舔狗日记之一王四后。哎呦，又是巅峰连跪的一天。唉，我觉得我被队伍重伤的心灵现在极度需要妹妹的安慰和治疗。真的，要我们今天就不打巅峰赛了吧，我们去找个妹妹一起去打甜蜜双排好吧。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战狼的鱼塘，我就给你们小刀拉屁股，我让你们开开眼儿。瞅好了您呢，妹妹在干嘛？开场白好吧，要不要来一局紧张刺激的王者荣耀，有机会和你一起开启今天的甜蜜摘星之旅吗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可以，他没回我，那我们换一个好吧。人嘛，总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这么多妹妹，群发，现在就只需要静静等待就好了。Hello，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就来一局紧张刺激的欢乐五排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想我了吗？别打问号啊！不是，哎，呵呵，你们别打问号，不，那个，没有，我今天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妹妹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妹妹，你听我给你狡辩，妹妹，就是那个我们那个都非那个，我先开啊，导演，先开，别让你们跑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今天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就给你们发微信的时候，然后你们那个不是没第一时间回吗？完了那个。就是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子，然后我想着就是大家其乐融融聚在一堂，应该会很棒，你知道吗？就想给你们介绍一些好姐妹在一起，你们懂我吧？不是一起给你们发，不是，慢，不是你这个你怎么就问题抓不到重点呢？就是重点是我们一起玩游戏，就是快乐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不是群发，怎么能是群发呢？这不是群发呀！我这么多妹妹，群发，听我跟你说，没有，就你一个啊！别瞎说啊！没有，那个你们不考虑玩点别的吗？你们那四个瑶瑶，我咋整啊？不是你那你是啊？你怎么不是我唯一的瑶瑶呀？就是，但是那个我吧，这个人吧，就是我曾经不是那个被人伤过嘛，就是心伤，然后心就碎成一片一片的，那个你懂吗？就那个我心呐、啊。哎，你们不拿个前排吗？妲己安琪拉了吗？火龙果是啥呀？哎，不合适吧？还真锁了。哇，这哪打得过呀？好家伙，点错了可还行？不是，没事，像你们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在一起，一定会碰撞出更美丽的火花，好吗？我相信你们可以的，大家加油，五人齐心必胜。